看这一题，他说呢，这个多项函数了哈，啊，你令它等于零，就是一个多项方程嘛。那这多项方程的话，介于三跟四之间哈，有一个十根呐。那并求这个近似十根哈，到小数点第一位。好啊，我们用勘跟定理来做了哈，就把它带三 ，F 三哈，这个等于多少？一减二哈。啊，减三减七啊，零一二三，好，给它带三，一加三啊，加一加三，加零加零，这是负七。那再来给它带四，给它带四啊，这是四加四。好的，加二，加八，加五是二十，这正的，这十三 ，F 四哈等于十三，所以三跟四之间哈有一根了。好，那我们来找它的那个近似，好，近似到小数点第一位。那这个一定是三点多嘛？那三点多它只要小数点第一位，那以下呢舍去嘛？所以我们可以用呢，实际的逼近法。实际逼近法就是说，我可以给它带多少呢？带 F 哈，不然先给它带那个，3.5 好了啦，给它带 3.5， 给它带 3.5 的话，这个等于多少？哦，就是一减二哈，减三减七啊，先给它带 3.5， 3.5 啊，一。加 3.5， 这个就是加呢，1.5 了。哦，那这很难算。3.5， 那乘以多少呢？乘以 1.5， 25， 17啊， 15133， 5， 12， 5.25， 加 5.25， 它是加多少呢？加 2.2， 啊，这样一乘的话呢，是不是超过 7？ 有没有？哦，这是，这3要二分之一嘛，就二分之七啊。啊，乘以多少？这四分之一，四分之九，所以是63除以8。8756，这个大于多少呢？大于七。哦，所以这是多少？一乘的话，再加多少呢？8/63嘛。哦，啊，这个大于多少？大于零。哦，这大于零。哦，这个的话它是大于零的。那大于零的话呢，代表哈，3.5跟三之间哈，会有一个根呐。好，那再来的话呢，我们就给它带多少哈？带那个，比如说带3.4哈，还是3.3，好，给它带3.4，因为它已经很接近零了，一减二哈，减三减七，带那个3.4，哦，已经很接近零了，一加3.4啊。加 1.4， 哦，这 3.4 乘以 1.4， 16 13 43 67 4.76， 加 4.76， 那加多少？这个是4的话是 1.76， 那这样多少？1.76 乘以 3.4， 4624计 2， 28293418计 2122计 2，45， 所以是489，这是 5.984， 加5.984，
啊，这是负的，哦，就七减五点九八四，这六一零，哦，这负一点多少？负的一点零一六，所以 F 哈三点四哈，这等于多少？负的一点零一六，它是小零啊，所以三点五跟三点四之间有一个根，所以这个根就是三点四多了，哦，三点四多，啊，它只要求到小数点第一位嘛，所以啊一下舍去嘛，所以这答案就是三点四，哦，答案就是三点四。